是，不错，是僵尸。那你为什么不烧了他呢？这个僵尸是边疆的皇族，不能烧。我们要尽快运上京，等皇上发落。千和道长，你为什么不把帐篷给拆了，让它吸收点阳光，减少湿气呢？哎，说的对，多谢大师指点。阿弥陀佛。东南西北，在。把帐篷拆了。是。你懂我不懂啊？你怎么不说呢？喂，喂喂喂，为什么拆帐篷啊？是这样的，这个……你闭上嘴，我不是跟你说，我跟他说。吴管事，你听我说。善哉善哉，说的慢没得说，说的快被人骂，做人可真难熬。多吸收阳光，可以减少湿气。啊，是这样啊，那就拆了吧，小心点啊。是。 拆了吧！拆了，师叔，糯米，师兄，谢谢你。不用客气，希望这包糯米你用不着。哎哎哎哎，该启程了，还说那么多呀？启程了，启程了，小心点啊！行了，启程。不打扰你了，师弟，后会有期。再见，师叔。再见。阿弥陀佛。大师保重，我走了。 进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这副棺材挺漂亮的，一定很值钱的。当然了，亲自做的。嗯，将来有机会啊，我一定拼命的赚钱，买副一模一样的孝顺师傅您老人家。嗯，你倒是蛮有孝心的。希望他们没事。 好久没下雨了，为什么会下雨呢？啊，一定是老天爷水喝太多了。<笑>为什么下雪呢？下雪是老天爷大便，那打雷就是天放屁了，刮风就是老天爷大喘气了。那地震是什么？说，地震就得找地方躲了。师傅，晚安。不知道师弟怎么样了？哎哎哎哎！别呀，快点，你们干！ 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听着，这帮忙的，对，啊，快点！快点，快点啊！真是气死人了！停，哎，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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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了，拉近点，那边。快点！快点！报告吴管事，帐篷搭好了。哎呦，哎，吴管事。 让寿材先进去吧。嗯，为什么呀？墨斗线开始化了。哦，不行。等一下就。等一下行，现在不行。<笑>其实鸭哥，我们可以进营了。嗯，你要坐好啊！啊，起轿啦！起轿！啊，快点，快点啊！哎，快点，小心点啊！快点，哎，下帘了啊！ 快点，飞行架吧！来，快快快！过来两个，好，来啊！用力推呀！哎，雨停了呀！ 哎，什么事？哎呀，吓死我了！拿绳子来，快点！啊！哎呀！哎呀！ 哎呀！啊！嘿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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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蛇药来，不是要用糯米吗？糯米已经不管用了，那些尸毒已经散发到全身，所以一定要用蛇药把它引到伤口，想办法再把它吸出来。快去拿！哎呀，哎呀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吧？这个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走在路上啊，砰的一声，雷电交加，倾盆大雨了，那我们就扎营了。谁知道我们刚刚走进去啊，他就从那边出来了。哎呦，好恐怖哦，吓死我了。哎呦，长话短说吧，就是全部被杀光，死翘翘了。哎呦，我师弟呢？我走的时候僵尸正在亲他呢。在哪里啊？在高树林呢。走，天天给他包扎伤口，用川贝莲的心煮水给他喝。我跟道长出去看看。嘉乐，你留下来。为什么？师父，那小孩中了尸毒，随时会变的，到时候你就看。去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
哎，师弟，你干嘛？他已经不是人，我不杀他，他会危害人间。师弟，你怎么了？他，我嫉妒红心已经控制不住了。杀了我，杀了我，杀了我，杀了我！不行！不要！贫道无能，被僵尸。你看着他自杀也不阻止，你搞什么你？你闭上嘴！师弟他嫉妒攻心，为了不害人害己，所以举剑了断。这种英勇的行为，我怎么能阻止他呢？